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下飞机。唐薇薇，我现在知道错了。在我没有承受能力的时候不在你身边，没有替你分担那些难过的事，只顾我自己的喜怒哀乐，不知道你内心其实还有那么多复杂的事。我真的错了，你可以打我骂我，但是能不能不要赶我走，不要不要我。我没有不要你，你现在还小，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就可以共度余生，但生活就是柴米油盐，总会有先厌倦的一方，我们会比普通的情侣更早地迎来这一天，因为我们从来都不对等。或许这是天意都在告诉我们，你不应该束缚在我身边，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，我不想委屈你。我不委屈，你想安全感我可以给你，你想要有人替你遮风挡雨我也可以去做，姐弟恋又怎么样？除了你还有什么比你更重要的事？唐薇薇，我真的喜欢你很久很久了，你别再推开我了好吗？好，哪怕并不会有完美答案，管他谁不看。